我练的字我都练完了。好，真乖。我的心肝宝贝。娘，爹这一次回来，你叫他教我功夫吗？我知道爹的功夫好厉害啊。小伙子，这恐怕不行。你爹是为了厌倦江湖生涯，才领着我们到这山里来隐居的。再说，你练功夫又有什么用呢？娘，我学会了武功，可以早点帮爹打猎呀。这个我不能做主，等你爹回来，你自个儿去跟他说好了。嗯。娘，爹他今天应该回来了吧？嗯。娘，爹他今天会不会带一只活的小兔子回来呢？一定会的，你爹答应过人家的事，从来就没有失信过。别害怕，我们刚好路过此地，只不过想讨点茶水解解渴。哦，那你们就在这儿等，我去拿。小虎，嗯，娘马上就来啊。好。一个人隐居在这儿太寂寞了，我来陪你找点乐子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无耻之徒，还不快给我滚出去。大嫂子，别装正经，待会儿你吃到甜头，说不定你不让我走的。要我死？休想得到什么！小虎他妈，一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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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大哥，你是谁？真马，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闭上嘴！你到底是谁？快刀李世霸！是你！哼！现在让你知道我们天道四煞的厉害。 Thank you.
我告诉你吧，我们是天道杀手，拿人钱财，遇人消灾。赵振达，我看你就认命吧。天道杀手果然身手不凡，你是谁？李十八。啊，快刀李十八。不错，只要你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天道令主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天道令主在哪里？不知道。说。你这是何苦？多谢恩公。恩公，大恩不言谢。我兄妹方刚方会，今日承蒙您恩公相救，务请赐告大名，来日报答。我教训他们，并不是为了救你们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我为江湖中人应尽的本分。无论你是为了什么，都请你告诉我你的大名。莫非二位是天道杀手？李十八，今天你就死在这里。如果你不想死，快点告诉我天道令主在哪里。哎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哎，别走吧。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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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走，不要走嘛！你要愿意陪本大爷的话，本大爷加倍给你银子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！下啊！
下，继续下啊！下雨一般的下。客官呐、啊，您是第一次来这儿啊？哎。啊，那请楼上坐啊。好。啊，客官呐、啊，您是哪人呢？啊。江湖人。啊，客官的大名是？李十八。哦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太好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只是看到像您这样英挺潇洒的好客官，一时高兴罢了。啊，见笑。客官，请里边坐呀。在下，在下啊。请。客官呐、啊，您在这儿有没有熟的姑娘啊？啊。有一位，天道令主。哎呦，客官呐、啊，您真是会说笑话。我们这儿啊，有百花公主、千娇公主。牡丹公主、水仙公主，啊，可是啊，就没有您说的什么天道令主啊。那么，你给我介绍一位。是的，是的。哎呦，客官呐、啊，您放心好了，我一定给您介绍一位长得又漂亮、功夫又好的姑娘。人漂亮可以，可是功夫不能太好，否则我这条命。我要送在这儿了。哎呦，客官呐，您又说笑了。您在这儿等一会儿啊，姑娘马上就到您久等了。不要紧，我等的不是你，我等的是天道令主。嗯，天道令主，我们这儿哪有什么天道令主啊？再说我小的菜儿，哪一点抵不上他？你叫小翠儿？嗯，这个名字倒是挺别致的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叫小翠儿？既然到了这里，你又何必假正经呢？哇，好快的刀法！雕虫小技。哎，你一定是江湖上有名的侠客。是一把宝刀，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啊？嗯，可以。哎，真是一把好刀。你拿着宝刀，就一定要杀人？我是跟您开玩笑的。这种玩笑最好少开。那你玩真的吧。我的对象是天道令主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你又何必枉送性命呢？
乖的告诉我，天道令主在哪里？我不晓得。难怪你这小刺儿。哼，你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，因为这刺上有剧毒。属下算得不错吧，李十八果然中了追命毒刺，这一次他将死无葬身之地。不错，中毒刺的人绝对活不了一个对时。不过他要是遇到一个解毒能手呢？解毒能手？哼，那除非是华佗在世。不，本座做事一向要求干净利落。司徒总管，由你负责带人寻找李十八，将他的脑袋提来见我。令主，属下遵办。
爹已经死了，永远不回来了。娘，人家肚子饿了。小顺子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小顺子，这位大叔好像中了毒，我们快去请治愈大师来救他。阿弥陀佛，幸亏施主今天在我妙光寺，否则老衲将会束手无策。这种毒很难彻底除掉，恐怕要费些时日了。据施主看，需要多少时日才能治好？多则百日，最少也得两旬，这还要看他的体质跟造化。善哉呀，善哉，那就要多麻烦施主了。不不不，我绝不插手管这件事。为什么？汪家救的人跟我没关系。这话从何说起？大师，狮汪两村为了烧头柱香跟焚神州的事已经闹得恩断义绝，我狮方舟绝不插手管这件事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你身为人心人数的大夫，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罪过呀，罪过。大师，请原谅我。施主，话以后再说，救人要紧。大师，话我必须先说清楚，要我救人可以。有什么条件？如果此人却如平儿所说的是倒在沙滩上的过路人，那就叫人把他抬回原处，撒手不管，由我们施家村的人来施救。平儿，你怎么说？阿弥陀佛。令主的脾气你们很清楚，限期内要是交不出李十八，我司徒孝是活不成。不过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，现在我要求你们请全力搜查方圆十里之内任何可疑之物。是，总管。总管，多带人手分路追捕李十八，活的要人，死的要尸。是。李大叔，小顺子，
汪大嫂，每天都这样麻烦你，实在过意不去。寺里有吃的，我看明儿个就不用再送了。李大哥的身体还没有复原，寺里吃的又是素食，这怎么行呢？海边蒙您相救，这又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您。李大哥，这是应该的，您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李大叔，我娘说送饭送菜都是小事，可是啊，就怕碰到那个师爷，那就糟糕了。为什么？要是啊，让那个师爷知道我们跟你有来往，他就不把你治伤了。哦，有这回事。所以啊，我们每次来看你的时候，一路上躲躲藏藏的，好别扭哦。大师，阿弥陀佛。大师，原来是你啊！你可把小顺子给吓坏了，我还以为是那个师老爷呢。哦，师老爷有那么可怕？是所谓何事？奉命追捕武林小辈李十八。佛门禁地，妙光寺不留任何外客。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打扰大师，告辞了。告辞。走。阿弥陀佛。哼。小顺子，你生气了。李大叔，如果你不有功夫啊，我就不回去。好了，我答应你。李大叔，你答应我了，好棒啊！可是你不能黄牛哦。谢谢你。好，过几天我教你三招。嗯。司徒总管，属下在。关于施家村来请我们对付汪家村的事，我们不妨答应他，本座另有盘算。是，令总。可是要跟施家村把话说清楚，要是没有本座允许，绝对不能跟汪家村谈和。哦，令总，另有高谋。不错，本座想利用施家村的起因，把汪家村占领，作为我天道会的分坛辖地，真是妙计呀！你们这些孩子搞什么鬼啊？让开！哎哎哎，这是汪村长的外孙呢、啊，在汪家地面上，你最好少惹他。那老子非揍他不可！啊，不行啊，大爷，这是我们刚刚堆好的、嗯，请你不要把它弄坏好不好？拜托！去你妈的！别别别！哎呀！哎呦！你还跑？你还跑？哎呦！先生，你啊！别骂！
李大叔怎么不见了呢？走，我们到后街去找找看。走。出狱该多修养，晚生有一事深感困扰，故而冒昧来打搅大师清修。有何见教？我身受汪师两寸救命之恩，而两寸又势如水火，我该怎么办？廉处淤泥而不染，身如红尘佛在心。施主，身心都是你自己的，你觉得该怎么做就去做吧。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施主既有图报之心，当然可以放手去做。老衲相信一定能完成你的心愿。善哉呀，善哉。小孙子，啊，过来。啊！哎呀，瞧你奴成这个样子！我听小东说，你被石家村请来的人打了，是不是？外公，您放心，石家的人欺负不了我。嗯，要是石家村的人敢动你一根汗毛，外公我就跟他们拼了。外公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小子！外公，不用你出手，我师父的本事啊，大得很呢。哦，你师父真有那么大本事啊？嗯，他只要一动手，一抬腿，就把那帮坏人全部都打倒了。哦，那你师父是谁啊？嗯，您约我到这儿来，有什么话要说？本来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的，可是现在一句话也想不起来。不要紧，等您想起来再说。气死我了！你真的看清楚了？我们三个大活人难道会看错吗？还有你们家大小姐啊，不知道跟那小子有多亲热，靠在大树下卿卿我我的。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他们那可真有一套，说是带孩子去玩的，可是一到村外就把孩子给支回来了。什么？把孩子支回来了？啊，哎，生少爷不是回来了吗？啊，小孙子。外公，过来。外公，你有事啊？你从哪儿来？村子口的树林里嘛。哼，到那边干什么？是我娘带我去的，
还有那个李大叔。外公，那边好好玩哦。小孙子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？我早上没有吃点心，我现在肚子饿了，我回来找吃的啊。他们人呢？他们都还在树林里啊。你们三个快到村口树林里把我女儿押回来。是。哎，慢着，还有告诉那个姓李的，就说是我说的，从今以后不准踏入汪家村一步。遵命。外公。嗯。什么事儿？你们大人做事好奇怪啊，他们在树林里聊天玩，难道也犯法？小孩子少啰嗦。哼。别。谢谢您。那好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师伯，你有没有看错？怎么会呢？上一次你要我派人到海滩背过的那个人，我怎么会看错了呢？我上当了，他可能是汪家村的亲戚朋友，为了要求给他制毒疗伤，装着彼此不认识。嗯，老爷，你说的对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嗯，老爷。嗯。禀二老爷，什么事儿？有位侠士要求见你，我去看看就来。哎，你找谁啊？在下李世邦，求见施邦州施老爷子。哼，我们老爷说你这种人他不想见。哦，那请回吧。这位壮士，在下有要紧的事必须要当面禀呈施老爷子，请你务必行个方便，通报一声。你说破了嘴也没有用，我们老爷子不会见你的。他不见我不要紧，我见他。哎，你想硬闯？不错，我今天一定要见他，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新的家伙，施家村的人把你救活，你居然敢跟施家村的人动手。在下并没有要动武的意思，实在是出于自卫。
阁下见谅。那这样好了，你想跟施老爷子说些什么，现在说出来，我会替你转告。好，请秉承施老爷子，千万不要跟天道杀手打交道，他们阴狠毒辣，无恶不作。笑话，不跟他们交往，要跟谁交往？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汪家的人带着江湖人物把我们赶尽杀绝？这怎么会呢？人已经全都到了汪家村了，你还说不会？我绝不会让他们来伤害贵村的人，请转告施老爷子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会害他的。现在话已经讲完了，你可以走了吧。施老爷子要是不听我的忠告，他将来会后悔的。这是我们施家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大师，夜深了，施主还没有休息。我面临了一个难题，望大师有教于我。有何见教？我欲为新尹，可是茫茫无路可寻。大师，我该何去何从？昔年佛祖自西东来，本意无路，心有所思，诚有所志，今时未开。施主，我这些话是否对你有所帮助？多谢大师指教。你没看错，绝对错不了。那天帮汪家村汪村长外甥来对付我们的，就是那个李十八。听说他跟汪寡妇的感情还不错呢。很好。虎豹双雄，属下是。先把汪家那个小寡妇给做了，再找李十八。谢谢司徒总管明示，属下告辞。大侠饶命啊！我不会杀你，你替我带句话给你们令主。啊，是。6月15，我在落日滩等他。拜见令主。
丢尽了我天道会的脸啊！令主，这李十八出刀如神，武功怪异，请令主明察。令主，请息怒。令主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狼心狗肺！这是什么世界？可怜的孩子，李大叔以后会照顾你的。李大叔，可怜无辜的孩子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也有错。失望两村的父老兄弟们，至于大师一生为地方排难解忧，小顺子他娘也是与世无争的女子，现在他们都遇害了，是死在谁的手里？是天道帮的杀手。不是，你们摸摸良心，是谁害死了他们？是谁？说！都是为了你们失望两村，不安贫乐道，和平相处。你们争强斗胜，你们都是凶手。你也是凶手。我？你能不承认？你们花钱请来了江湖败类，来保护自己。压迫对方，你们这些自私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你们失望两村
世世代代将形同水火，所面临的必然是痛苦跟死亡。可是现在我们施家村的人想摆脱都不可能啊。为什么？天道杀手会杀我们的。当初请他们助拳的时候说好了，万一有一天双方讲和，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啊，否则我们两村的人会遭到屠杀的。不要紧，只要你们狮汪两村同意和好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。李壮士，可是天道杀手凶残无比呀。我知道，我已经约战了天道令主，天理昭彰，自有公论。我们支持你，我们大家都支持你，我们支持你，是英雄，支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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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静制动，施主如此心浮气躁，焉能克敌之声？弟子身负血海深仇，故人往事历历在目，怎能静下心来？施主，求人得人，自可气定心心，心无旁骛，才能稳操胜券。多谢大师教诲。阿弥陀佛。小顺子跟你讲话，你听见没有？娘，你一定要保护李大叔，不能让他死在坏人的手里哦。你一定要保护李大叔，娘，你一定要保护李大叔，你一定要保护他。到。
下就是天道令主曾熙。不错，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要和我作对。因为你杀了我的妻儿。哪有这回事？三个月前你可曾经过一个叫沙帽山的地方？原来那个女人是你的妻子。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不错，的确是血海深仇。可是人死不能复生，只要你肯归顺天道会，我可让你做第二把交椅。少讲废话，天道会作恶多端，滥杀不顾，你们还有王法吗？本天道会替天行道，他就是王法。曾熙，我今天要以命抵命，血债血还。你可有把握吗？你吃过我的苦头，应该知道我小菜的厉害。Okay.
邓熙，十八年前你在大顺山杀死的天雷员外就是我爹，我为了替父报仇，我在天道会等了七年，今天我总算是了了心愿。最好的方法。哦，李大叔，我们要到哪里去？找个平静的地方。